你要是对乔姨娘执掌中馈如此介意，在家的时候为何不说？侯爷是认为我跟母亲说了什么？很多事情分明可以用商讨来解决，为何你们总喜欢在背地里行事？你们？侯爷口中说的你们，除了我，可是还有大姐。 衙中还有公事处理，你自己进去吧。侯爷记错了吧？今日并无。侯爷请便。 知错了，侯爷，这个好。不，你不知道。侯爷，侯爷，侯爷，我真的知错了，侯爷。准备好了吗？将军，将军救我！将军，侯爷。 是有点不太公平。侯爷，小影子准备好了，可以开始了。来吧。 这小子从小到大就会这一招。 不去当斥候真是可惜了，娘，请保佑我尽快找到凶手。 侯爷，侯爷这么晚了还不睡啊？睡不着，出来走走。夜里风寒，侯爷还是早些回去歇息吧。我先回去了。你可是在想你娘？ 心中若有难解之事，夜深人静的时候，
在这里坐上一会儿，也能想开许多。侯爷是也有难解之事？你很好奇吗？我只是觉得像侯爷这般位高权重，即便心有所求，也应唾手可得，又有何烦忧？若真是如此，你就不会在这里了。看来侯爷对春日宴之事还在耿耿于怀。过去的事我不想再提。我若说我本无意争夺管家之权，侯爷是不信的喽？你对管家之权一点想法都没有？我认为管得好才是目的，谁来管不重要。你倒是看得挺透彻，看来暖哥看书是有点用的。那自然是比不上侯爷远见卓识。夜深了，回去。我知道侯爷烦忧什么了。想得太多，却又无力改变。